Tôi chào tạm biệt.小贺明天去做康复呢，就是做到我们K一路的银海两公交车、中五十多名公交车驾驶员都会这么干，都会去帮助小贺和一宝。这个这6年了，大家呢都习以为常了。小贺，你去就是，然后再见。再见。 通过他们认识我，也有了这个对给孩子康复的信心。